在 MG 回归台湾，并在前几天正式宣布 HS 休旅售价后，不到90万元的 HS 1.5T 旗舰版之外，另外还有一款插电式油电的 PHEV 预电版，更是150万元以内，与 Toyota Prius PHEV 为二的插电式油电车。相较于刚推出的 HS PHEV， Toyota Prius PHEV 早在2017年就已经以日本进口车身份导入台湾，采用 Prius 一贯的掀背车造型，采 1.8 升自然进气引擎搭配电动马达，综效马力 122PS， 拥有纯电续航力64公里的能耐，并标配 LED 头灯、9寸 Wi-Fi、 S-Flow 恒温 Push Start 键 Smart Entry、 TSS 2.0 等。 Prius PHEV 也从当年刚引进台湾的 159.9 万元，目前最低已经降到120万元以内，最新的优惠更是搭配旧换新只要104.9万元，已经相当具有吸引力。 HS PHEV 则是创下多个台湾插电式油电车的先例，因为它是首款国产的插电式油电休旅车，采 1.5 升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引擎，搭配 Hairpin 高功率永磁同步马达，提供综效马力 291PS 与49公斤米的综效扭力，纯电的续航力更可达72公里，而配备方面则拥有全景天窗、19寸铝圈、电动尾门、双前座电动一体式赛车座椅、12.3 寸数位仪表、 Bose 音响、 Level 2的 MG Pilot 2.0 智慧驾驶辅助等，配备相当丰富。而 MG Taiwan 也针对 HS PHEV 开出 118.9 万元的售价。不同于一般油电车，插电式油电车也需要透过充电桩进行充电，才能达到纯电行驶的状态。因此最好的状态就是家中也可以充电，才能发挥插电式油电车的纯电续航的优势。